这面是我们得给长春的琴友提供的一个展示平台，都是大家闲置，可以在我这儿寄售的寄售，对，都卖的是不是？对，我们这一般就是有客户来了，喜欢哪把琴，我们会把电话给客户，他们自己去沟通价格，我呢负责去给他们把关这个琴，有没有什么暗病啊，包括琴颈的状态，还有整个电路的状态。其实你这儿的好多琴啊，很多网友都在找，尤其是像这种所谓的这个中古琴，有很多都已经停产了，非常不好找。中国还是我觉得缺乏一些这方面的可信的平台，我是这么觉得。这事儿是一好事儿，你像英歌威、N4、Steve Vai，还有这个为什么也是这钮啊？对呀，这把琴现在还不能去寄售，因为这是客户准备买一套这个新款这个钮，新款的钮把这已经钮是换下来。对方的，然后他准备去把这个钮替换下来，然后留着，当然也是他定了 Must Build 的，参考 Black One 外观去下订单 DW 做的，我们差不多得还要3、4年能交完了之后，准备把这套钮就换上。那这套钮因为 Black One 也好啊，Number One 也好，已经炒到了差不多3000块一套，这也没有了呗，这对，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收这种老款的8602，个，收完了之后把钮替换下来，也是很珍贵的。这款琴本身原装也是这套钮，是对，琴本身没多钱，吧？但是因为这套钮现在变得比较 值这钱了。谁的签名款？詹姆斯·波顿。最早看见你有 Black One 这个琴，我就知道你这个琴行。我一看，我靠，东北居然有一个这样的琴行在长春，就感觉和我的想象当中很抽离那个感觉。怎么会在这儿有一个这样的琴行？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挺不可思议的。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。可以聊聊琴行历史吧？当然了，我第一个店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地面1、2、312块砖这么大。那个时候店里面只有一些烧火棍，但是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些。当然只能是在网站上，在吉德中国啊，或者在一些国外的网站上看。相反说，从经营的角度上，我去搞这些琴的话，它不如我去投资更多的流量产品，或者是通货。它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。相反，这些琴，它也占用了我更多的流动资金，而且它们也不是一个需要长期卖的商品。有好多你不也不打算卖？对，更多就是喜欢。我更想让我们这一个区域的文化再上升一些。算是长春第二家店里边摆放电子管音箱的琴行。在我开琴行的时候，我们长春还有一个三立琴行，我几个老大哥开的，他们也很专业，但是无奈投资成本过高，加上这个当时的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认知根本达不到。我呢，当时每年全年琴行的收入去，比如说买一套这样的音箱，买一套 Mesa Boogie，买一套 Fender 的电子管音箱，有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呗。对。那个时候我没有渠道，我也没有代理，都是自己上淘宝直接买。我现在还能记得，当年 Mesa Boogie 的箱体和一套贝斯的大分体，那个琴行叫所罗门乐器。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琴行是在哪儿开了。我跟他聊了一下，我说我是开琴行的，给人拍了点琴行照片，我说能不能给便宜点，当时给我打了一折，然后感觉挺感动的。那个时候买了这个音箱放在那儿。当时家里边也比较反对，他说你看你这一台音箱，你去进吉他，你能进好几十把吉他，对吧？我想的是，你总得有人去把这东西摆在这儿，让别人来试。在那个年代，长春的这些小伙伴们不定期会有很多就是慕名而来，他来了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想看一看。他没看过，翻过去看这个电子管点开什么样，
然后我接上线给他们谈。你知道，就是那个时候那些小伙伴他们的那种感动，我就觉得这事儿就值了。他们没弹过电子管音箱，然后我给他们插上之后，当时说：“哎哥，我能弹吗？”我说：“你弹吧，随便弹。”我说：“这东西不怕弹。”当时有一小伙坐这弹了得有将近两个小时，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走，肯定真的是，就是这个地区的文化确实是这样的。大家没有机会去接触，再一个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都透明化，你上网能看到很多东西，那个时候没有自媒体，没有人去做这些。怎么去跟家里说清楚这事儿呢？就后来家里也支持，我说你看，人家这小伙子来弹非常满意，我说他出去肯定得说我好，对吧？我说这箱子是我买的，我他可能挣不到钱，但是他能给我赚来一个好的口碑吗？嗯，我说还得买，然后就这事儿就算连蒙带忽悠的，就跟我妈这个骗点钱。我说秦航要进点货，能不能借我点钱再弄一套箱子回来。然后后来就开始变成弄琴，开始是从基础的那些美产琴开始弄，就越弄越夸张。然后我们在长春吧，就是玩这些琴有一个小圈子，三四个哥们儿，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，大家凑钱买。我后来呢就变成赚点钱了，大家都买，所以就是我们长春现在，你比如布莱克万，这会儿看三把了吧，还能再看着。我们长春有四把，就是这个文化，起码就是大家知道了。当然，能买这种琴的人肯定是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嗯，但是不代表说大马路上任何一个有钱的人他都能看得起这个东西。嗯，我想做的就是把这个吉他文化去延续下去，不要说再过十年之后。小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了。对，我希望我们从小热爱的这个文化，吉他这个乐器，能够传承下去。从现在我的观看的角度来说，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反而是开始对于这个复古的音乐越来越喜欢了。说白了就是文化的发展嘛。现在资讯发达了，比如说你喜欢听谁谁谁，他是受什么音乐影响，他的偶像是谁，他为什么一个这么年轻的人用了一个这么破旧的乐器，他开始琢磨这事为什么，然后逐渐的你在了解那个文化的过程当中，这审美就在往上涨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乐器首先要建立在它有音乐的基础上，这乐器就是拿来演奏音乐的。第二就是说它里边有文化，它之所以具备价值，人们这么多人会长久的喜欢它，一代一代往后传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我老跟大家呼吁，中国人要了解音乐背后的文化，乐器只是一个方面，还有很多音乐文化其他的方向，只有这个东西生根发芽了，大家能享受这事儿能更愉快，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更包容，更关键是自己玩的时候也更开心，其实所有人都在从中受益，这件事儿都有音乐文化了的时候，对，这事儿就到时候就会变得不那么陌生，你觉得跟他距离不那么远了。对，其实我更希望来到我们店里的每一个朋友，他不需要去买这些，我一直在网上也倡导，大家不要去攀比去买很贵的琴，你有多少钱你就买什么。对，我希望大家来到这儿，哎，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，我也知道它为什么贵，我也知道它到底好在什么程度，他知道谁用的怎么回事，甚至他回去可以跟家长去介绍，哎，有一天来个小伙子
跟他妈妈一介绍，哎，他妈妈一看啊，这个琴我知道怎么回事，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事儿。音乐本身啊，它是不挑琴的，音乐本身不挑乐器，音乐不狭隘，狭隘的只有人，对，人才会互相比，因为哪个怎么样，哪个怎么样，往往互相产生一些攻击，而体现所谓自己的存在感。音乐本身不挑乐器啊，这是我对这事儿的一个理解。玩音乐用什么乐器都能玩，你非要夹杂一些你觉得怎么样就更好，有没有鄙视链肯定会有的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许可能应该更关注关注自己怎么玩音乐，怎么把它玩好，我觉得这事很重要啊。庞老师说的太说到我心里去了啊真的真的说到我心里去了。这箱子可以一会儿咱们好好拿这箱子谈谈听听。可以啊，这个箱子是我头回见 Master Build 的。对， Master Build Deluxe Reverb。 我关注以前的 Master Build 音箱，它是一个黑壳的，嗯，但是都是110伏的，嗯，而且都很贵，差不多在15000美金左右。这是大行是吧？这是大行啊，嗯，插电就能用啊，220的，对，很漂亮做的。嗯，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喜欢。当时国内有这套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，我特别想拥有。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琴行刚好比较缺钱的一段时间，跟我一个好哥们儿圈了他入股，他有一把琴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入股，咱们把这套买了。我说未来肯定能升值。嗯，然后当时呢，我还给他写了个条。这个在国内太少了。对，就是大家玩起来，其实也不是为了指他赚钱，就是不想错过，因为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没了。嗯，是的，对。你看这边还有效果器，小周站到那儿了。我跟我家那个一样，我就是当时找仙儿哥，我看他有这个柜子，我就让他给我当时也定了这么一个柜子。多帅啊，哎，这可以啊，这个哎呀，这个太可以了，多少人的这个青春回忆啊，是不是？其实乐器真的是跟贵贱没关系。嗯，这个东西什么时候，这当年也不便宜，什么时候拿出来这个我都特别开心。它音色可能放现在，小周听说过腰子吗？听说过。嗯，我觉得音色这事儿，你看我前一阵开箱那 RP50 啊，嗯，其实它也能听，好多东西也可以听，它现在你调调也很好听。 嗯这个在当年叫什么，就是现在的 KPA 嘛。嗯，对吧，顶级产品。仙儿哥这就是好东西，你看这个，这也是好东西。喜欢什么 Eric Johnson 是吧？对，都是这个。这个现在是不是便宜点了？这个现在得5000多吧。还5000多呢。哎，原先2000块钱一个，一堆一堆的。